登入云里客户网上服务平台后，在版面中间已经清晰展示你的保单及账户的概览。只要拣选想了解的保单或者账户，就可以看到更多详细的资料。在版面的右边，整合了六个常用的快速连结，一 click 就可以即刻进入常用功能，好似管理基金或投资选项、电子结单或电子通知、保单或账户活动摘要等。当你需要联络你的顾问的时候，click 入你的顾问，就可以看到顾问的联络资料了。